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肉包爸遛小孩。那今天呢，我想要挑战带肉包去台中的科博馆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科博馆它在每个礼拜三早上10点前入馆的话是免费的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赶在10点前入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要准备哪些东西呢？热开水、奶瓶加温开水、白开水、奶粉、尿布、湿纸巾、一套衣服、口水巾、玩具、饼干、备用奶粉、蜂蜜汤，那再把这些东西放到包包就完成咯。科博馆了，那现在在博馆路，我可能会在附近逛一下，然后拍一些有趣的事物，然后等我二姐来，然后我们再一起进去科博馆。旁边有一个很酷的东西，我带大家看一下。早安，这个面包请你们试吃，我们是美式餐厅，这个是我们店里的纸箱，这边是冰箱，这边帮你们拍照。好好好，来，这个很可爱哈。旁边这边可以坐着，我们就坐着，然后先吃一点早餐，刚刚给的免费的早餐，谢谢。好，喂一点给肉包吃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进来科博馆里面了。然后你如果10点之前来的话，他会给你盖一个这个章。然后他刚是说，如果你盖了这个章之后，就是全馆都会变免费了，然后10点之前来让他给他盖就可以了。然后你一进来的时候，往前走一点就有一个柜台，那边是可以借推车的。如果你有带宝宝，不想要像我这样子背着的话，就可以借一台小推车，这样子会方便很多。那就带大家看看里面有什么好玩有趣的东西吧。逛到一半，肉包就睡着了。他刚刚在那里闹，我想说他在闹什么，就是想睡觉了。他今天7点就起床了，所以我就想说7点起床应该是差不多12点前还会再小睡一下。就逛完第一区，生命的演化之后，睡着了。
包起床了。啊，起来喽，不要再睡喽。现在已经11:30了，所以我遇到了第一个问题，我必须要找一个地方泡牛奶给他喝，然后帮他换尿布。然后我本来想说是要去哺乳室的，可是毕竟我是男生，所以哺乳室可能我没有办法去，所以我会找一个残障厕所，看有没有办法帮他换尿布。好，走。找到一个地方还不错，看一下尿布台，那我就可以帮他换尿布，然后喂他喝牛奶。看一下尿布台的样子，他是在地下室，所以人比较少，我就有比较多时间。然后他有附一个窗帘，所以我就可以帮他泡牛奶，顺便换尿布。泡牛奶给你喝。哎呀，肚肚子哦，换尿布。你居然没有尿尿。他居然没有尿尿，所以我只要喂他喝奶就好了。趁他现在在喝奶，我们快点把东西整理完，然后就可以带他出去了。没有，坐坐。以后我就会想要多来，因为带他来就很方便，有一个尿布台可以换尿布，然后又可以喂他喝牛奶。其实我现在最怕的是他会便便，因为便便真的很麻烦。他每次便便我都是直接用洗屁股的方式，所以如果在外面大便对我来说是蛮有挑战性的。我们就再逛一下。我们到家了，今天挑战成功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，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内容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